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来我乡亲时代，大家好。咱今足欢喜，咱甲咱的网友用有用大哥吼，用心爱台湾，用脚疼台湾吼。嘿，咱过来啊吼。啊，咱头一个你讲要甲咱分享的是头一个是啥物？公益事业哟，公益的吼、哦。我是安尼讲啊，因为咱大家路跑，大家讲哦，运动员讲个咩？嗯，四肢发达。嗯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嗯，啊，有影，你头壳都遮好。对啦，你足好走诶，你头壳嘛足好诶。对，爱就是干呐讲四肢发达，啊，毋过即运动吼，冇会使做爱心啦。嘿，你再一个师大，我今仔讲，我一个师大生啦。嗯，啊，一读三年级啊，师大三年级视障生啦。哦，伊就是目睭无方便的人啦。无方便啦，啊，伊想讲伊要完成，伊嘛想要甲人走一个啊。是马拉松啊，对啊对啊，结果伊就去贴文啦，真就是要讲看有人会使引导员，引导员，引导员，视障的陪跑员啦，嘿啦嘿啦，结果就一个警察啦，嗯，伊就去争啦，啊争以后，伊就伊就带伊。带伊，但你要带伊嘛是爱甲伊联系啦。对对对。啊，然后伊代志嘛看伊安尼办。爱培养迄个默契。哎，对，伊嘛甲伊陪伊啦。嘿。这个警察讲他要上班，然后伊本来是在师大运动员，带伊安尼啊。嘿。结果他在一生中，伊想讲也是完成一个马拉松就好了。嘿。结果这个警察就变成，当他的。应征要算来变做跟他也告了，也专业保姆，你是说变做跟他教练保姆？本来伊想是跟他看，伊想伊是伊有咧走嘛，啊普通时啊，伊也安尼走就是安尼，有当起来啊，结果伊说得个个教伊讲哦，呼吸怎么调节啦，啊也有些安怎样，结果就变成他的教练。教练因为伊上班嘛，伊时间无迄个人哦，伊妈都叫一个人哦，陪伊走了。结果有一届，伊这个学生囡仔，他去跑，咱咱遭只老推了，结果他又跌倒了。哎呀，啊跌倒以后，伊都刚才唔知安尼辛苦安尼，结果，这个说变个，这个警察陪着跑，因为这个警察本身就有走过马拉松，走过这个，结果他又变成他的教练，又变成他的医护人员，佮教伊啊鼓励伊，啊妹啊，伊全遭这个。报名的，福维的马拉松了，结果一本来想他又完成了心愿哦，结果他还拿到冠军，视障组的冠军呢、啊哦！哇哇哇！哎，这都有影足无简单嘞，安尼这个警察啊，确实有影咱来给他按赞啊，敢有给他曝光伊是倒一个。我按的是哪倒一个警察局的，倒一个警察局的，倒一个警察局的，遐细里看袂到啦吼，这爱讲报一个啦，这这么优秀，这么有贴心的这个，新竹新北市。新北市的啦，对啊，几年嘛，我啊这名也是要甲讲的。哎呀，警员王俊迪啦吼，啊，这个人有影，笑头笑面安尼，汗臭阁好咧，啊，伊也无解曝光，伊倒一个，这个什么？警察局的，嘿啊，吼，无报倒一个警察局。结果他就自告奋勇，家己去的吼，改贴文嘛吼。啊，这开始有影天赛。哎，对，嘿，就是这个视障生的这个天赛。对。啊，不过最主要，天赛伊家己爱伊视障生，伊本身伊家己要爱滴。才有啦，啊，若无别人靠别人的鼓励，你家己若没有要小鱼儿向上游，你嘛无法度啊。对对对，嘿嘿。所以我是讲，人你讲运动，其实我在这个慢跑就发现足多这款爱心的。是。像我有讲的，我在阿里山，我嘛去拄着人来走袂去，我嘛想到怎样。其实，大家讲啊，你来走就好。好走就对啦。其实大家拢讲啊，你来走就好。我讲啊，无法度看到水走高，你啊爱去死走袂去，我看到。一刚去走的就新地的时阵啦，嘛去拄着一个，结果一个阿妈走未去，一个阿公阿公啊，伊比我较少年五十三岁啦。啊，伊讲本来他放弃，伊袂走，伊讲哦，他跑完这一行马拉松，他就不跑了。结果我就安尼陪行，走，爱问我几岁啦？我说我66岁。讲哈，你看多我那么多岁，
用哈、啊、这样子。好了，跨破了。我还是、欸、啊，继续跑下去了。就是说，这是一种马拉松一种、嗯、一种意志力、耐力哈，那个恒心的、啊。其实有些人很多已经走到这群，想要放弃。嗯。不过你甲鼓励你。一规定七点钟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跑完，唔免到七点钟。我不但就为伊行完的，就是咯，他会很高兴。对，以爱单的时间，咱没有拿到什么成绩，都无啥关系啦。哦，最主要是有去参加，有去比赛，啊，有到完成安尼。对啦，哎，啊，所以这届你有你讲讲，要去走，从进场来讲，你已经跑了100公里，是不是要放弃？我讲这不是放弃，无放弃的，这。至少你若无已经是走啊较艰苦啦，啊！不过事实上来讲，你会，我即个去走100公里，有人甲我做补给也行，我可以再讲出另外一个讲，我会研究一寡啥食品的，我中间补给的物件，我是爱像，比如说我用南瓜要做酱，因为我走的时阵只有公共的那个补给，啊，我也在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南瓜哦，它有 B 群，啊，下面。嗯，金蕉，哎，金蕉自己带在身上，那因为带着这个光的这个补给也行，咱的湿，咱有湿的补给，对。所以我有你甲进场个讲，哎，讲你也是卖照，讲这不是、嗯、你已经报名，你讲不爱照，人家会觉得说，啊，你有惧怕这方面，所以你怎么不爱照？事实上，咱去照，我们跑完，跑得完，跑不完，那是另外一个，就是自己的。咱的体能跟咱的意志力，啊，因为你今天就讲补给嘛。所以我今天就是你去讲讲爱吃什么啦，爱什么补给、嗯、啊？其实我嘛去无些物件，我嘛去照一开头钓鱼啊，个冰箱准备讲、嗯、准备啥物件啥物件囥在内底啦。啊，随时伊讲会使去遐买，我嘛是会使，嘛是啊，家己加早去啦。seven 吼去内底买，去遐买水果啥，甲囥在内底。嗯，你一定爱囥嘛，不然第二天哪得去买啦？对。哦、是啊，所以讲这补给，你若要讲走100公里的吼，你这补给足重要的，因为啊、这你啊，上、无你这两三个月内底，你爱较紧培养一个甲你有默契的人，两、三个吼、哦，一个会晓会当开车有驾照，会当开车，一个会晓念念，一个会当做保姆的保姆。啊，以前吼，我讲，讲太太原是一个开车啦吼、嗯，啊，阮太太在暗时啊就带你咧。如果你怎样，就要先把那个饭煮起来了。哎、嗯，因为本来在你肉煮的物件吼，在台北拢煮好，刚刚炸起来一个小瓦斯炉重修啊，那本店也无关的。嗯，啊，但不吃很多，然后譬如说你10公里，哦，啊，我10公里走偌久，恁得了解讲，我10公里，譬如說我10公里走七点零五，嗯，第二个10公里走七点零五，第三个10公里我到七点五以后，到第四个10公里，恁来向后退。嗯，所以讲，那你就用我的体力跟对住慢慢一直递减了，对，这波给的也递减了，因为咱对袂着。所以讲，咱这个路跑，尤其是高龄化的路跑哈，啊，这个应用波给，哈、啊，不是只有高龄化了，一样这个少年的嘛，赶快嘛，你再来看一些极地马拉松，像一个林毅杰应用，嗯，对，还是规个车队。车队后壁对调的嘛，嘿啦，啊，搁迄落鞋啊，随时爱换，惊讲会破去，吼、啊，是安怎呢？啊，都爱在车顶啦，都三下拢爱伫车顶。是，嘿。啊，恁你讲的讲、嗯，我你家己讲讲，一定要有人去了，啊，无就是恁的前站部队爱先到，吼、哦，像爱开车的，对对对对。啊，那嘛，第一家，咱若讲咱红云网络电视的听说，比如对路跑，原来有兴趣食。啊，要到明年的3月嘛，哈、嗯，明年的3月，啊，即马过两三个月，啊，这段时间会当点咧，甲咱游泳大哥吼，来培养迄个默契，啊，来熟悉，啊，来讲讲的，啊，大家会下当行嘛，当命的当行嘛，吼、嗯，啊，早做阵去安尼，本来我足想要去，啊，就想讲，我若去两三天，啊，这电台就安尼关起来，啊，两三天都来煞无半个，哦，安尼话那未使啦吼、哦嗯。当初我兴挂挂安尼吼，啊，不要想想要未使咧，因为哦，阮只头前咧起路吼，当当定人拢会跳机安尼，啊，昨嘛是跳两遍安尼，啊，若无滴都完全无当啊看，啊，一个电台若一停起，外国的人就随拍电话讲，恁电台咧安尼啦吼、哦嗯。好啦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咱第一只就是讲要吹。啊，不是讲吼，咱讲出来吼，咱这拢是爱心啦，是啊，这是滴。这些
盲目啦吼，啊，这囡仔嘛足太贴心的，老母嘛就无看，啊，伊即嘛即七岁囡仔载着伊个小妹，啊，因老母伊坐一班车，吼，啊，伊安尼嘛是安尼，互等于引导啦吼。我顶回咱有讲，顶回咱我有讲个刘明祥吼，伊当初即教练伊咧训练的时候，因老母嘛是中风啦，啊，伊就是伊坐起来伊就三轮啊车安尼个推的推车。爱排到因的囡啊，伊讲这叫做重量训练，所以我讲哦，这个是运动选手想要成名，想要一百倍也是咱台湾的。这应该你爱讲底下这个陪伴这个区块啦吼，因为哦，你看麦一个老母啊，目睭看袂到，伊嘛足爱走的啊，但是迄个囡仔才六七岁囡仔尔吼，啊，伊佫载着伊的小妹啊，迄个。伊搭迄个车，互因老母看咧，安尼在走安尼吼，啊会当参加比赛，这就是家庭的亲子关系，对，好陪伴安尼。所以我今仔日拄啊最开始，这就是陪伴啦，吼。咱即摆你讲，就讲警察为什么来今仔佫提起这个吼，这四个囡仔，所以我感觉讲陪伴吼是一种吼最好的学习教育，对，陪伴是最好的，是陪伴是没有距离的，对，所以我一讲。召集马拉松吼，还是运动跑步吼，其实健康啦。对。吼啊，健行、观光，你话去安尼，阮去新店啊，人会使甲你导览，哎，嘛是种观光咧。你莫甲想拢。是。我咧走，啊，不过我走啊，足艰苦个，哎，上好有人甲你介绍，哎，你个精神啊，你用行，是说用行。你看即摆，既然即项矩阵啊，你推行健走，健走个即道。路跑差不多，你讲嘛是感觉。就是健走较好行，人行较紧的，啊路跑跑较慢的，差不多。对啊。啊，最主要就是讲，你这个路跑就是讲，人甲人的这个关系拉近的距离，人甲这个土地的关系，拉近的距离，是啊。人甲古迹。吼，甲一寡什么事物拢拉近了距离安尼。最主要上个珍贵就是讲，你的健康得到这个，得到健康啦，得到这个训练安尼啦。对，嘿。啊，所以我意思讲，今仔日讲这个，咱今仔日这个节目叫做“用脚爱台湾”，是要用心听台湾。所以，咱是要用这个脚，吼，去甲这土地结合，甲土地结合感情，有感觉讲。这个土地，哦，互咱感受的这个土地嘛，因为咱受的这个通识教育的时阵，咱无感受的这个土地，是啊，咱无感受的。哇，咱的教育就是要恨台湾、看不起台湾、仇视台湾人呐呢。对啊。哎，咱的教育六七十年来就是安尼嘛。哦，大陆锦绣河山呐。哦，黄河流域啊，长江流域啊，物产丰富啊。对啊，关键咧，伊都无咧讲咱落水溪安怎水啊，咱淡水河安怎臭水高啊。对，吼、哦，所以这里用跑步，咱的一直攻击的是是安尼吼。是，嗯，啊，就是讲咱游泳大哥哦，有影你的苦心啦，哦，啊讲啊，咱开破咱这个节目吼，互人搁较。搁较看时啊，讲来去了解这个台湾，啊，甲台湾的人，吼、哦，你伫咧，你讲伫遐咧落跑，迄拢无利益关系嘛，啊，但是会当发挥互相照顾安尼，啊，无你讲迄个警察，伊去帮忙这个视障生，到尾啊，变成伊全面的保姆安尼，哦，啊，做心理医生，啊，做复健师啊，都陪跑员啊，什么，啊，搁教练吼，啊，什么拢包含。伫个伊个身躯啊，互伊去比赛得奖安尼，这是足无简单嘞，无简单啦。阿春，我已经讲几下个，咱马英九政府个时阵哦，戴霞玲，甲咱个选就这样，放个野无要插哩，一个人甲伊走安尼尔。唔通讲，嘛地唔通讲，咱马英九，因迄口罩土匪啊集团其中。对啊。好啦，歹势啦，我若讲到，你若讲到迄三字哦，我就感觉起头。啊，无就即个讲哎。即用即脚吼，产生对即土地的感情嘛。对，出去比赛嘛，为着台湾咧打拼嘛。对啊，脚踏实地，啊，你会当甲遐个兄弟姊妹、父老乡亲，吼，哈，细汉落一个安尼，啊，你伫遐咧走时，人甲你拍拍手啊。哦，你迄个是。吼，我迄力道、气力道来啊嘛，对吧？对。系啊，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啊有影啦，希望讲咱伫个这个三月进前吼、哦，有咱两三个啊人吼、哦，啊会当来甲咱有用大哥培养默契，到时带恁去台东关山，对不？对个。哦，100公里南横公务路安尼。啊，一个人就爱立迄个家己迄落什么带旅社的钱嘛，吼，唔是旅社啦，民宿啦。迄民宿迄是一间，就四个人住，咱就咱家己嘛一人嘛住啊。系啦系啦，好啊，迄开唔正咩钱，最主要就是迄个心，你会当去体会台东关山遐吼。啊，关山遐有两个这个这个纸厂甲这个暗土厂吼，底下底安怎污染着迄个溪水安尼？迄流出去向台东大海的水吼，拢红的吼，恁会使去遐看看迄个所在。去的时候，你家己去感受啦，我无法度讲，因为你感受讲台湾这个横贯公路有水无？台湾这导护窗有水无？对对对。还是安尼有啥物？对。恁买在写者，阮走的感受，你。不会人会感受。最主要，你会当看到唔捌看到的鸟啊！哦，迄边的迄落鸟啊，吼，因为迄鸟啊拢飞过后山去嘛，啊，这落西部这边拢无鸟。你讲干那迄个淡水河啦，什么四季鸟的吼，迄是较皮较唔惊人的鸟啊。你若较珍贵的鸟啊，吼。你著爱为台东迄边、花莲迄边去看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这实在是迄落风光风光明媚哦，对啊，足水的所在安尼，会当甲咱游泳大哥恁即阵路跑的，才会选手安尼做伙安尼，啊实在有影无去着无彩安尼。好啊，咱即马互游泳大哥休困者，咱等下咱两面大哥倒转来，嗯，要来看鸟啊。心意。